几点了还跟宠妈妈呢？不睡觉，赶紧睡觉，快！干啥呢？要吃香肠啊？这么晚还吃什么香肠啊？那非吃点啊？那行，那就把门关吧，快，把门关这香肠，快，哎，关门啊！还有我不点勤快，那过来吧，妈妈给吃香肠啊！哎呦我天，这么晚还得吃点哈？行，吃完睡觉啊！习惯了，你看这晚上不吃点香肠不干，你看到没？就搁门口瞅着我。吃完睡觉啊！加什么啊？小香肠，14.9一大包。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，宝宝老爱吃啊，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，1个月以上的毛孩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。